聊天，好吧，录播开。Hello， 欢迎来到紫檀高级班的第四周，第四个星期了。然后我们来前三个星期都学了比较难的内容，都学了比较难的内容，这个星期会更难。今天去买喝的，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哎，这个好久没喝了，这个当时流。这个是我初中的时候已经有的一个东西了，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买，好神奇啊！好，反正正式来上课了啊。然后前几节课的内容大家都挺难的，但是这节课的更难。好，一点一点来咯。然后首先还是正常我们之前的那个，延续我们之前的乐理小课堂，还会有之前我们用三周的时间认识了大部分的和弦是怎么拿得到一个和弦的。那接下来我们来，那这节课我们就开始不再讲和弦了，我们开始讲一个，我们开始讲怎么把一首歌，把它就是一首歌，就是单纯的歌，这个是我随便找一首歌，然后怎么可以把它变成一首紫檀谱。然后好，我先来，对，感觉好高端，其实并然而并没有。好，首先我这是我找到的，我在网上随意找，我想找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歌，然后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所以我最后选了一首比较老的歌，就是《城里的月光》。然后如果没有印象的朋友，我现在唱一下给你听，大概是《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与散，能不能多些快乐片段。好，就这一个片段，就这一个快乐的片段，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把它变成一首紫檀的曲子。好，在网上我们能找到的它的资讯是，在网上我们能找到它的资讯一般都是它的和弦，还有它的简谱，它的发音的简谱，所以就比如是这样子，就比如长这个样子。在我们网上，我们在网上一般能找到的谱都是一个是带和弦的，一个是带简谱的，就这两种是比较好找得到的。所以呢，那我就以这个为举例来，我们来进行怎么把它变成紫檀谱。好，首先我们还需要认识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下面，我们需要参考一个东西，就是尤克里里的C 调。我们这首歌是 C 调的嘛，我们现在暂时我们先讨论 C 调的内容，然后后面的调的话我们后面会讲到，好吧。所以呢，我们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呢是 C 调的音阶摆放图，这是我们在基础班的第一节课应该都有讲到了，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在哪里。这是我们零基础的第一节课，然后这个图呢是帮助我们，就是它除了告诉我们学会的这几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在哪里以外呢，它还把其他的一些也列了出来。然后这个图呢是很具有参考的意义价值的，所以这个图大家可以认真的细细读一下这个图，然后这个图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好，那第一，那现在我们有的信息是，那现在我们就有信息咯，信息。在我们紫檀谱里面，歌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不是？歌词就是被我们用我们的旋律给弹出来了，对吧？已经被我们弹出来，所以歌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请我们，如果你要改紫檀谱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步，我们可以首先先把歌词给忽略掉。歌词在我们的紫檀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好，没意义的。好，现在我们的关注点在两个东西，一个呢是它的旋律单音，旋律音，一个呢是它的和弦，两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关注两个东西，当然它的节奏，节奏就包含在旋律里面了，旋律里面会带有节奏，好不好？好，首先我们一个个来参照，就比如第一个音是哆来咪发嗦嗦嗦，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音嗦嗦。它是在哪里？它是在我们的指板上的哪里？嗦 ，C 调的嗦，它是在指板上哪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考图，看参考图是不是在二弦的商品？
这里有个嗦，这个嗦，对，所以嗦，所以第一个音我们就把它标在二弦的商品。好，这里，好，第一个音，我们的音拿出来了，但节奏我已经提前排好了，这个节奏呢是跟上面的简谱的节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节奏的话你就跟着标就可以了，我们节奏就不需要太复杂，节奏我已经提前标好了，在这个下面的谱子里面。好，这是第一个音，第一个音嗦，然后我们找到 C 大调里面对应的那个嗦在哪里，当然你选四弦一品也可以，四弦空弦也可以，还有别的更多的嗦都可以，就是我们先找一个，一个个来找，好不好？一个个来。好，第二个哆来咪咪咪咪，然后我们再回头，第一个我们看简谱，它是咪，第二个音，然后第二步我们来看它的音阶图，咪是在二弦的空弦，是不是二弦的空弦？好，所以呢，接下来第三步，我们回到那个四线谱里面，我们把它给填上去。这里我们应该填零，是不是二弦空弦应该填零？好，接下来第三个音，第三个音是又是嗦。嗦又是二弦的商品，二弦的商品，这里二弦的商品。好，接下来是拉拉拉，然后我们再在那个音阶图里面，我们找到拉拉是哪一弦的哪一品，哪一根弦的哪一品，拉是哪一根弦的哪一品。拉是哪一根弦的哪一品？好，拉是一弦的空弦，一弦的空弦，对，一弦的空弦。好，所以我们在一弦这里空弦写个零。好，最后又是嗦，好，又是二弦的商品。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已经把第一个小节给填好了？我们看下面的四线谱，我们是不是把第一个小节都填好了？我们再对应回去，第一个小节一共有五个音，我们看简谱那里，第一个小节一共五个音，然后回去看我们的四线谱，第一小节有五个音。OK， 好，那我们试一下来弹一下第一个小节。好，第一个小节，二弦三品，二弦空弦，二弦三品。一弦空弦，二弦三品。好，好，是不是第一个旋律就出来，城里的月光，是不是就第一个小节的单音谱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下来第二个小节第一个音是哆，然后哆是哪一里，是不是三弦的空弦是哆，三弦的空弦是哆，所以呢，我们在三弦打个零。好，第二个音是 re， 就是三弦的二品，然后我们再找个 re， 三弦的二品。好，接下来是咪，我们再对应这个谱，咪是不是就是二弦的空弦？所以二弦空弦。好，接下来再下一个音又是。哎，这个咪是一个延音，这咪是一个延音，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延音，然后这空弦给它一个延音，然后接下来又是哆，哆是三弦的空弦，哆是三弦的空弦，好，好，接下来后面又有一个延音，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延音，哆后面有一个延音，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延音，所以后面再给个延音。所以第二小节就是，又我们就把第二小节的内容给写出来。那我们再弹一下第二小节，好，接下来我们来试着把第二小节连起来试一下。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是不是已经慢慢出来了？好，在第三小节第一个音又是一个升哆，上面有个点的，是高八度的那个哆，所以呢高八度的哆在这里，在一弦的三品，
所以我们再直接写上一群商品，一群商品。好，接下来是深蕊，就是一群的物品。好，接下来又是深斗，然后一群的商品，然后接下来是拉，拉，然后一群的空闲，然后接下来是咪，咪是二闲的空闲，好，接下来是第四个小节，第四小节只有一个音，就是嗦，卡了是吗？卡了吗？好了吗？回来了吗？好，第四个小节是嗦，嗦，二闲商品，回来了吗？回来了吗 ？OK， 好，那就是好，我们把已经把第一行的内容给写完了，那我们来试一下，跟着这个来弹一下。OK， 就是是不是我们的城里的月光？是不是就是再来一次？就是这就是第一段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还是根据刚才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继续把后面的第二行给写完它。好，接下来是拉，就是一弦的空弦。好，收，二弦的商品。然后又是拉，一弦的空弦。然后哆，然后就是一弦的商品，然后后面这个是拉，一弦的空弦，然后接下来是下面一个小节，嗦，二弦的商品，然后这边一个咪，二弦的空弦，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咪，而且呢空弦哦，它现在这有个延音，把它给弄混了。橡皮在哪里？橡皮呢？这一按好像就会清除掉了。好，我先继续画吧。这个位置不是的，这是一个延音，好吧？因为它这里有个延音，五后面有个延音，看到没有？收后面有个延音，然后这个咪是在后面这个音这里，它这咪是在后面这个音这里，然后咪后面又有一个延音，是那咪后面有一个啊、哦，在后面咪后面没有延音了，咪后面没有延音，然后就是后面又有一个咪。哎，为什么今晚忽然找不到橡皮了？我点清楚会把它清掉吧，神奇，今晚忽然找不到橡皮，好，不管它。好，然后接下来是咪，我必须得清一下了。好，再来，为什么忽然找不到橡皮，这个是清楚。好，那我继续把第二行继续写一下，然后就是拉嗦，拉，然后哆是一些商品，然后后面的咪是一些空弦，那拉是一些空弦，然后第二行的第二个小节一个嗦是二弦的商品，然后第二个，然后后面有一个延音，后面有个延音，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嗦，第三个是一个哦咪，第三个是一个咪，所以是三弦的二弦的空弦。后面还有个咪，又是二弦的空弦，然后这里是一个空的音，所以这里是一个延音来的，延延续就好了。然后后面就是倒数第二个小节，就 DM 的那个小节，然后咪哆瑞瑞哆瑞，第二个音瑞就是三弦的二平。好，咪是三弦的空弦，二弦的空弦，然后嗦是二弦的商品，
然后咪是二弦的空弦，好，然后后面的 re 是三弦的二品，然后 do 是一弦的三弦的空弦，然后咪是三弦的二弦的空弦，然后最后一个这里，最后一个是后这前面是前面的延音嘛，这个咪是前面的延音，最后这里就有个二，二就是 re 就是一个二，三弦的二品。好哦，我顺着把刚才的给写回来，三零三零三，好，再来，然后就是零二零，然后这里有一个延音，然后零后面有个延音，好，接下来这边是零二零，然后不是零二零，好，请是这里是这里画错了。上面是一弦的三品，一弦的五品，一弦的三品，然后一弦的空弦，然后三弦的二弦的空弦，然后这二弦的三品。好，这就是我们的整首曲子，就根据上面的内容写出来的了，就写出来。我为什么要重新写一遍给你们看呢？是因为我想告诉你们这个内容是这样推出来的，就是第一步我们先看到上面的数字，好，第一步我们先把上面的节奏给知道，首先你也得知道上面的节奏，然后再把上面的数字再从下面的 C 大调的框里面找到这个音，然后再把它填到四线谱里面，然后这一步能做到的打个一，我看一下，这一步能做到打个一，我看一下，就是你能把单音给写出来的打个一看一下，好吧？好，能写出来应该就 OK， 那就是哦，那我就直接跳后面了。好，这就是我用电脑做出来的，因为手写的太难看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用电脑做出来的单音版的内容。好，这个我先弹一遍，大家可以一起弹一遍，这个单音版的内容。这就是单音版的所有的内容了。那知道单音版之后，然后再来我们提取它的第二个信息，就是和弦。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来唱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提取它的第二个有效的信息，就是它的和弦。然后我把它的和弦全部对应到我单音版里面，就是它上面所举的这些和弦。所以呢，这个内容呢，就是我还记不记得当初基础班的时候，我会给伴奏给你们来练单音。所以呢，这个单音就是你们单词弹的单音，然后上面这个和弦其实是我给你们的和弦，我给你们的伴奏里面我弹的和弦，就上面的那个和弦，就上面的这个和弦。好，接下来如何把和弦加上单音呢？我们来一步一步来试一下。好，首先第一个和弦它是 C， 是不是 C？ 大家都知道是一弦的，我们一弦的三品 C， 然后一弦的三品 C， 但是它的旋律音是在二弦的三品，是不是？它旋律音是在二弦的三品，所以呢，当它旋律音结合了，当它的和弦加上旋律之后呢，我们这个 C 一弦就不能再弹了，我们只能弹一二三弦，然后我们就只能把和弦音弹成，然后把旋律音和弦音弹成二三四弦的空弦，然后把旋律音弹成二弦的三品，旋律音在和弦音的上面。好，这就是第一个和弦加旋律。好，它意思呢其实等于是这样子，就比如我们先写一个和弦，因为一弦我们没办法再弹的了，如果你弹一弦你那个旋律音就跑掉了，所以就没有在一弦了，所以我们的和弦音，假设我们的和弦音是黑色的，
而且是黑色的，它的弹法呢就是零零零，这是和弦音。然后呢需要在上面叠加一个旋律音上去，好，旋律音是红色的，好，所以呢这个旋律音叠上去之后呢，这里就变成了三，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弹法呢就变成了300这样子，好，明白吗？好，第一个，这个是 C 和弦加上了二弦三品的旋律音，好，有问题的可以随时问，好不好？好，接下来整一个，后面的话我们整一个小节都是 C 和弦，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弹一次 C 和弦了，我们就直接走旋律。哦，为什么感觉弹着在弹？刚才不小心弹成送别了。好，一弦三品，二弦三品，好，第一小节有没有？好，这就是第一个小节 C 和弦，这一段旋律加上 C 和弦之后它是长这样子的。好，接下来第二个小节 AM 和弦，它是 AM 和弦， AM 和弦不是我按的，是那个谱子里面说的它是 AM 和弦了。好，接下来 AM 和弦，因为它的旋律音，大家看第二小节它旋律音只有在三弦这里，如果你把，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只能弹 AM 和弦，我们的 AM 只能弹两根了，这个时候我们的 AM 是20，然后这个时候呢零，然后这个零同时又是旋律音，又是和弦音，所以呢就是又叠一个零上去，所以最后就弹成20。如果你把前面的两个零也弹了，是什么效果呢？你就这个旋律你就找不到它了。我可以试一下，如果大家会有同学问为什么一定要上面的不能弹呢，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上面的两个都弹了的话，把上面的两个整个和弦给弹完的话，你就找不到它的旋律了。好，试一下，是不是你就找不到它的旋律在哪里了，是吧？你根本找不到它的旋律，所以我们要把它的停在它的旋律音那里，让它的旋律来一直延续下去，所以突出它的旋律音，所以我们的只能牺牲和弦来突出它的旋律音，所以这里我们的 AM 和弦只能弹两根。好，再试，好，这就是第二小节。好，接下来是第三小节 F 和弦。F 和弦，大家都，我们之前都知道 F 和弦的按法是0102这样一个按法，是不是0102？好，在0102的基础上，我们会给它叠加一个一弦三品的旋律音，大家看到没有？上面的旋律音是一弦三品的，所以我们直接叠加在上面一弦三品的旋律音，它就变成了3102。好，所以我们这个 F 和弦 ，OK。好，接下来一弦五品，然后记得我们在弹 F 和弦的时候，因为这个 F 和弦四根弦都有弹响，所以你在走旋律的时候你不能把和弦给放了， F 和弦它的时间是一直到这里的，是整一个小节都是它的地盘，你不能提前把它给放开了，所以我们只能按定定 F 和弦。为什么第一小节是 C 和弦，第二是 AM， 第三个是 F 呢？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谱子，好不好？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谱子。我现在是教大家在网上你找到的谱子，然后用来把它给改编成和弦。没有为什么，这是我直接在网上找的谱子了。这个就我直接找一首，我就这样示范下来。对，那是不是结合弹唱的谱子？和弦和简谱就可以编出简单的指弹了，是的，就结合弹唱的谱子的和弦，然后加上简谱就可以给出，就可以谱出了。就是其实我刚才那谱子，反正就是和弦跟旋律，你就可以获得指弹；和弦加旋律，你就可以获得指弹。我这只是从教你怎么去把它两者合二为一而已。对，两者合二为一而已。如果有同学问为什么是 C 和弦呢？为什么是 F AM 和弦的话，这个又要追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又追溯到
如何位移到旋律来给和弦的问题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来的了。对，那也可以返回来问为什么这个是哆，这个是嗦，这个是西，然后这样子就永远也讲不通了，这个永远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对对对，好不好？就你问我这个为什么是哆，这个为什么是雷，那我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这是我们是凭有效的信息来获得另外一个东西，好不好？然后当然我有对，就变成作曲了，对，那个就变成作曲了，所以就是我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这个是你可以当成是这个，就比如汪峰在写这首歌，这个是谁的歌啊？许美静是不是？但我不知道是他创作的。就比如五月天好了，就你就假设五月天他创作的时候，他已经把旋律和和弦给写好了，所以你至于为什么他是这个旋律这个和弦，那只能问五月天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不好？所以就是只能这样来回答你。当然我们有方法是可以根据一段旋律来改来填上它的和弦，但是这会非常的带个人的色彩，这个就这个我会在我的弹唱班里面会讲到，会教大家抓谱的时候讲到，但指弹班里面我觉得没有需要讲这个内容，因为如果讲这个内容就会非常有带有个人的情感的色彩在里面了，所以就是弹唱的和弦可以随便来，但是指弹的和弦有一个音不对，就我觉得很难听了，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去找原谱的原曲的和弦来加以编排这样子。好，然后就好，我继续讲下去，然后就然后就是它 F 和弦的那个时间是延续到整一个小节的，所以你不能在中途放开，所以我们只能把为止按到一弦的五品去，而不能放开它来按一弦的五品，好不好？好，然后一弦五品，好，这里它的和弦音跟旋律音冲突了，就是三弦的二弦的空弦这里，旋律音跟和弦音冲突了，所以我们只能放弃和弦音来弹出旋律音。好，所以这个 F 的这个小节，好，接下来后面的一个 G， 好，它的旋律音我们对比一下，因为我每一条都做得很直，给你对比，你就可以对比得到知道了 G， 好不好？但有些同学问为什么 G 的第一根弦不弹响啊，你可以试一下弹响，你就找不到那个旋律了。好，如果弹响的话，是吧，你就找不到它的旋律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停在它的旋律这里，好吧？ OK， 好，继续。然后当然这个 G 还有没有别的处理的方法呢？当然有，就是我们之前有教过的反爬音，这样就可以弹四根了，好不好？这样也是可以的，我们之前教过的反爬，这样啊，这样就可以弹四根了，因为它的另外一个旋律音就同，如果你把它的旋律音写在四弦空弦的这里的话，那它这个四弦空弦就是旋律音，所以你就可以用反爬的方式来，所以这就是不同人编出来的曲，它的指法会不一样，它的和弦会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个音是在指板上能找得到的，就是同一个音但是指板上能找得到两三个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因为有四根弦嘛，所以每个人弦都可能找得到这个音。好，接下来我继续了，其实就第二行还是 F 和弦， F， 好，这个 F 和弦的第一个音呢是刚好是跟它的旋律音是重叠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为它牺牲什么，但是我们还要记住 F 和弦千万不能放，好吗？好，接下来是 EM， 好 EM AM， 好，这两个的旋律都是在二弦，所以我们两个和弦都只能弹到第二根弦就放开了，好，就停止了。好，后面是 DM，一个 G， 好，这就是加上了和弦之后这首整首曲子。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一步，我们首先我们现在只限 C 调的内容，好不好？现在只限 C 调内容，后面的调我后面会讲，但我们现在只限 C 调内容。我们找到一首 C 调的歌曲，就是有
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有和弦，一个是有旋律。然后第一步，我们需要把它的旋律和它的节奏把它做到我们的谱子上，啊，做到我们的谱子上。这个谱子怎么来的？你可以去买一本那个英语的书，那写英语的那个本子就刚好是四根线的，所以那个我以前很喜欢用买一本英语本来记。来记，我以前不会用电脑做谱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买一本英语的本子来记谱，所以就是，然后就可以把它记下去。然后当然我给你的课件里面有个空白的，你可以自己填，然后就是就可以把它做下去。做下去之后呢，第二步就要结合它的和弦，结合它的和弦。第二步就第二个有效信息是和弦，歌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第二个有效信息是和弦，所以你需要把它的和弦给结合上去。和弦结合上去之后，然后就会把它变成和弦加旋律，然后记得旋律要停在最后那一根弦，不要再就是要为旋律牺牲掉一些和弦，就是这是肯定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和弦音你要保留着，就是这是两个问题，两个东西。一个呢，当和弦音跟旋律音冲突的时候，一定要取旋律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和弦音能保留尽量保留，这就是两个，就是我们改变的两个原则在这里。好，这样完善这两个原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了我们最简单的指弹曲，就是加和弦之后的这个版本，就这个版本。就这样子，然后现在加了一些油弦，对，我加一些油弦的技巧在里面。当然，你可以在中间加上，比如击弦啊、勾弦啊这些技巧都可以的。这击勾弦的技巧，比如在哪里可以加呢？比如在第二行的 F 这里，啊，这里可以个勾弦，那这就这些技巧你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往上面加。然后这就是最简单的指弹谱了，这是最简单的指弹谱了。但如果我们要往后升级，我们得怎么升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往后如果还要升级的话，还记不记得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还有一个音是没有用上的，这个音叫做伴奏音。我们现在所有的音都只是旋律音，还没有用上伴奏音，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它没有旋律音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些伴奏音，就比如在你让它更好听，就比如在这里加个伴奏音，这里加个伴奏音。我现在就全部取三弦空弦来做伴奏音，就会这里加个伴奏音，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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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个伴奏音，这里加一个，然后这里给一个，然后大概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就大概演示一下，这样子加个伴奏音之后。伴奏音就会增加了，就把一些空隙给填满了，它就会有。那这些需要大家回去，我后面会讲这个技巧会我后面的会讲，我今天只是在这里提一下。然后有一个作业给大家，就是下面这首《虫儿飞》，然后《虫儿飞》是 C 调的，我给到给你的是 C 调的，然后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按我刚才的那个方法来改编一下这首 C 调。就吸掉虫儿飞，然后这首歌会就是下节课的内容，然后没听过吗？蓝蓝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
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就这一段，就这一段就可以了。就这一段没有听过啊，没听过回去听一下，还有一个有两个星期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下节课这节课是下节课的内容，然后呢大家可以回去试着编一下，然后遇到的问题我们下节课再来一起分析它，好不好？就有这节课七调的底音到底怎么弹，这就是这你想尽你的办法去编就好了，你想尽你的办法去弄它，好不好？好，我就没有在这是下节课的内容了，对，你问的问题是下节课的内容，所以就是我就没有遇到问题，我们下节课再来讨论它，好不好？你就想尽你能用的所有办法，你用刚才那个方法，你能用的，你用来去尝试去改变它，然后遇到问题我们下节课再来讨论，然后这是下节课的内容，好不好 ？OK， 一节课不能把它讲的太多，要不然大家没办法，对，你可以深八度试一下，对，然后因为要不然我没办法去吸收它。好，大家回头可以把找你眼前所有的你觉得好听的你想要的吸掉的内容，然后来试着来编一下玩一下，好不好？然后你们玩的越多，然后我们有越多的素材给下节课可以越讲，好不好？好，这节课的乐理小课堂的内容就是这么多，然后OK， 能听明白一首歌是怎么从一个单音和弦变到一首指弹的，打个一，然后我就过了，好不好？能听得明白它是怎么演化过来的，给个一，我们就过掉了。好，后面的更难的我们后面再讲，好吧？就这个是今天才刚开始，所以不要操之过急，大家可以回去拿一些曲子来试一下，先试一下，实践出真知。OK， 好，这是好，接下来就是大家今晚的热身曲，然后一首夏威夷风的曲子，然后对，我大概随手弹一下吧，啊。是你们想说说想学的啊、哦？我不知道，之前是你们所说想学的这种，然后我也把它做出来，这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也找不到。喜欢这个先走你们，好了、啊、好了、啊，可以没问题。然后就我回头录个音频吧，然后因为没有反给你们，没有音频给你们参考，哎，为什么这个键盘是没有线的？因为没有音频给你们参考，所以回头我录个音频给你们吧，回头录个音频吧，发给你们。然后没有的参考，好，就是，好，一步一点点来咯，好，然后就是一开始是一个 ，M 死了，我第一个音好像都已经做错了，第一个音是00才对，一个音是00才对，第一个音是00才对，第一个音已经写错了，好，第一个音00来的第一个音，然后第二个音12。第三个音34，好，00，12，34，好，接下来要把食指给横按下去，好，接下来一弦五品，要放开一弦五品，好，这是。往前挪，好，这里是个指音，弹完一弦三品之后就把手给放开，好，
好，瞬间就没有了这个音。好，接下来变成二二三，好，零一二，好，变回三四。好，所以呢，这是前奏，前奏的部分，前奏的部分。这是前奏的部分了。好，然后这首歌的节奏，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单一，它就是，好，这个节奏非常的单一。好，我们先把再往后面跟着，就是又是零零，又是一二，又是三四。好，接下来就讲到这首歌的节奏了。它节奏单一到什么程度呢？整一首曲子只有一个节奏，就是下点是。好，我们就按着三四来弹吧，三三一二弦，一二弦的三，三弦的四。好，它节奏就这么单一，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它节奏就是只要这样，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零一。零一二三四下点上点上点上下零一二下点上点上点上下，这就是 这首曲子的节奏了，这就是这首曲子的节奏了。好，零一二，后面就跟节奏，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就这么简单，这首曲子的节奏。好，我们就一步步来开始走咯，因为节奏很单一嘛，所以就是没有太难的。好，这里零一二下点上点上下，看到没有？好，零一二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接下来又来一次零。一三六一样的，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后面就有一点点的变化了。下点上点上下的时候，这一个下的时候要弹一弦的五品，我记错了，四小节开头，第四小节开头是什么？三三四有问题吗？四小节开头有什么问题？四小节开头三三四有问题吗？四弦零，因为这里刚开头的时候是好吧，知道就好了。这里反正所以我弹的话我会用食指弹比较多，所以四弦基本是没有的。好，就看你们喜欢吧，你可以试。好，我因为每次弹的不一样，然后每次做的时候就很奇怪，而且它又没有，原本是没有谱的，所以就是按我的意思来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啊。如果是这我用这个手法就没有，所以就是这里你可以当是扫，你可以当是拨都可以，好不好？因为是没有原曲，没有原曲你就没有去界定它了，所以就是好加个零也可以，没问题。就是你大家都喜欢这里，没问题。好，来。好，现在我们来，前面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第六小节。第六小节，好，下点上点上下，下的时候按一弦五品，下点上点上下，下，好，下一弦五品，再下放开一弦五品，然后再下的时候换成二二三，再下的时候变成三二三，好，好，下点上点上点上五三。这是第六小节，记住啊。好，接下来第七小节就变成一个G7和弦，二一二的下点上点上下，好，
后第七小节，然后第七小节后面的内容是零零一二零零，然后第八小节又是一个一样的节奏，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点上下。好，第十小节，下点上点上下的时候，第十小节下的时候是一弦的商品。好，一弦商品，一弦二品，一弦空弦，一弦二品。好。接下来又十一小节，十一小节又是三三四，好，这就是前面的一轮的内容了，一轮的内容，好，就是前面第一轮的内容，是从一开始到一开始是前一开始的前奏，从这里开始到第十一小节的这个位置，好，是我连起来弹一遍。这就是第前面到第十一小节，太快了是吧？慢一点。这就是前面的十一个小节，哈哈，直播少没有啊？没有，还挺多的，比上节课多。上节课讲到后面真的哈哈一脸懵逼的，但这节课我相信讲到最后也没什么人的了，因为太难了，必须得回去重新回去看。好，接下来就十一小节的后面，然后十一小节的后面继续哦。好，上节课面试去了，面试什么？好，这是十一、十二小节，好，十一小节。然后第十二小节，然后这第十三小节，第十三小节还是一样的，然后第十四小节，第十小节开始又有变化，然后一弦五品，一弦三品，一弦二品，一弦三品，好，所以跟刚才的内容是一样的，刚才的第六小节是一样的。好，接下来第十五小节开始有变化了，开始十五小节开始有难一点的内容了。好，七五五，然后下点上点上点上，再下的时候就是一弦八品了。下点上点上点上，一弦八品，一弦七品，一弦五品，放开。好，开始。好，再来十五小节。好，又回到一弦三品，下点上点上点上下。好，接下来是我已经讲到第十六小节了，第十六小节 C 一弦三品，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一个 F， 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二弦三品，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好，重复一遍，这里十六小节一弦三品，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然后第十七小节，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第十八小节，二弦三品，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零，好，第十八小节，第十九小节，第十九小节，然后又一个 F。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三二三，二十小节一个 G， 下点上点上点上下下，然后放开以前的二品，下下，好，这里算是一个过渡吧应该，然后我把这里变给这台变十六小节开始，这边好像有十六小节，十六小节开始到十六小节到二十小节这里，好。
下三二零 F 三二零三二零 F 三二三 G。 好，现在又变到二十一了，二十一岁是八五五五下点三点三点三下下，然后换成七七八八点三点三点三下下七八下点三点三点三下下七八。好，接下来变成七八七七八七下点三点三点三下下八七下点三点三点三，然后用无名指按一弦八拼二一弦八拼下下八七。好，接下来二十三小节，二十三小节五三二下点三点三点三下下，然后放开变成了把一弦所有都放开，变成然后按回一弦二拼。好，二十三小节下点三点三点三下下，好放开按回来，好又一弦三拼。二十四小节，好，又回来零一二二四二三四，好，又是下点三点三点三下，这是二十五小节了，就跟前面一样了。二十五小节开始到结尾，就是跟前面的开头是一样的了。最后一个扫完之后，最后一个三三四二十三十二小节扫完之后，就直接止住，用其他的手指捂住三三四，然后扫完之后，用其他手指把琴弦给止住。好，这就是这首曲子的所有了，就是非常简单，因为节奏非常单一，你就要只要注意那哪里需要换和弦就可以了，所以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节奏，从头到尾就有一个节奏。好，那我重新弹一遍这首曲子。适合做古典时期嘛？对，这首曲子因为一直在上下上下在挪，所以建议就是用古典时期嘛，就拇指一直顶在后面就好了。这首曲子就不要再按这个了。但 F 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下 ，F 和 G 这两个和弦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一下，其他都可以直接顶在后面就好了。就 CAB 还是挺高的，对，就是关键是节奏太单一了，所以就是主要是你要把握好，你要把握好那个，你要把握好换和弦的地方就好了。好，这首曲子就都不难是吧？都没有很难，所以就是直接这样过掉了。如果有问题的话，这首曲子的话再问我，我回头录一个吧，我回头录一个完整的，然后放到群里给大家，因为没有参考，还是练起来还是挺痛苦的。好，接下来我要继续讲。
Bruce Bolling 了。然后这首歌还是一样，需要大家回去反复的看的。Bruce Bolling 还是需要回去反复的暂停来看的。所以我就一路讲下去，我就不会再问你，问大家的内容了。如果大家中途遇到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好不好？我一直剩下的大概一个小时，我就一路会把这首曲子给讲完它。好，上节课讲到的内容就是一个过渡，就是一个这个过渡，这个过渡非常的难，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练的怎么样，这个过渡。好，就是这个 F 49小节的这个过渡，49小节一直到两个小节的过渡，这两个。好，后面就没有了。就这样，然后不知道大家练得怎么样，弹不快是吧？好，这就是大概是需要这样的。那弹不快只能慢慢加速，就放节拍器，就是弹不快，就我可以顺便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怎么把速度给加快的一个方式。就比如我们需要开节拍器，首先节拍器，先把节拍器给打开。好，现在140速太快了，我先把速度给降回来，试拍。好，然后速度，一般我们都先开一个80吧，从慢速开始，对，大概会需要从很慢的速度开始。在80数，3 4 1 2 3 4，哒哒哒哒哒哒，点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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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样还觉得快的话，我们再来把速度再给慢一点，60，1 2 3 4。然后我们1 2 1 2 3 4，1 2 3 4。当你能弹60数的时候，你可以加了，你可以加到80，加到70，再来2 3 4 1 1 2 3 4。这就是我还在练上节课的过渡呢，别急，模仿。然后这就是上节课过渡内容，然后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加快，就包括我们之前进阶班的天空之城，很多同学也问怎么可以练得快。2 3 4 1 2 3 4。这样子我们再来加速，就是这是天空之城的这个节奏吧。下上
点上下上点上下上点上下上下上。对吧，是的，没错吧。然后这你要是 OK， 你能弹到了，对，如果你能弹了，然后你再来把它速度给加快，然后加到80，然后有80也能弹了，那我们加90，然后1 2 3 4，下上点上下上点上下上点上下上下上下上点上下上点上下上点上下上，对啊，这样子就我们一步步来加速。哎，能弹到90速其实还挺快的了，我觉得。如果120速就有点夸张了，有120速那个就有点夸张了。120速的那个那首曲子怎么长什么样子？90速其实挺快的了，我觉得。120。120速 OK。速度吧，大概就，然后就是一般是挺快的了，然后就是建议大家回去弹的时候就从可以60、80开始，60和80开始，然后慢慢一步步的加上去，然后所以刚才那个弹不快的，然后就慢慢来，就回到我们这里啊。好，一点点来。这是上节课的那个过渡的内容，那上节课过渡的内容，然后这节课的新的内容我们现在开始讲起了。这是上节课过渡内容，如果没有练快的话，就只能回去再多练一下下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224，横按123弦的二品，然后无名指按一弦的四品，然后尾指按一弦五品。然后这里如果大家没办法按这个和弦的话，我一开始都是偷懒的。我一开始没办法按到这个和弦，好，这里大家可以偷懒，不要按124弦的四品，这样就好弹很多了，少一个音会好弹很多。但如果你的手你觉得你能弹，你能按这个一弦四品，然后又能按四弦的四品，又能按一弦的五品的话，那你就按照它的谱子来弹。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放弃这个四弦四品这个音。直接按一弦五品，直接横按，然后一弦五品，好不好？好，下上切 ，OK， 好，还好是吧？还好就可以，好，下上切上的时候变成73，一弦七品，二弦三品，好不好？小短手表示无压力，好，下上切上的时候就是。上的时候73，无名指按一弦七品，食指按二弦三品，好不好？好，但尾指也可以，你如果是无名指不够强的话，就尾指嘛。下上切上，好，下上切上，下上切上，好，点下，好，这就是51小节。下上切上点下，下上切上点下，好，然后这是51小节哦，52小节还是73，好，下上的时候变成53，好，下上的时候变成53，下上。点好，下上点上点上，好，下上点上点上，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拍下的时候变回73，
下点下点上，这里有个两个闷音，但是我们直接弹点上就可以了。好，你直接弹点上就可以了。然后这里你也可以直接换和弦的，你这里可以直接换这个，就这两个啵啵这两个音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换成225的，你可以在换和弦的途中了，因为这里是两个闷音来的。如果弹快了的话，你这里直接换和弦就是直接变成闷音了，你不要刻意去闷它，好不好？我再来示范一下，看到没有？好，所以呢，这两个你要摸就弹成点上，你要摸你就在这里直接换和弦就好了，换和弦它就直接闷掉，就直接闷掉了这两个音。因为快速的过程中是这里不是切来的，这里不是切来的，是闷掉闷音，所以呢直接就闷掉就可以了，直接就换和弦就可以了。好，所以呢这里我就把这一段，把51小节到52小节这一段，这算是一个循环，我弹一遍。好，弹错了。有没有？空空。就在直接在这里换和弦就好了，最后那两个音，再来一次。次下上点上下啊，下上点上点下，下上点上点上下点，好，然后接下来啵啵之后，然后又是一个循环，接下来变又变回224，好，接下来这时候我讲到53小节了，下上，好，又是224，然后按一弦的五品，下上切，下上切上，这次的上呢？已经是5330了，刚才的上是577300，这次的上变成了5300，53小节的上变成了5300，好吧？注意这个区别，点下，然后下上切上点下，节奏是一样的，跟刚才是一样的，只是刚才是7300点下，现在是5300点下，有没有？好。下上点上，下上切上点下，好，接下来下的时候有个改变，就是把一弦五弦本来是5300，现在变成5200点下，没有？好，来下上切上点，挪到二弦的二品，下下上切上点下，好，这就是53小节，接下来54小节，下上点上点上一样的，下上点上点上下闷，好，下上点上点上下闷闷，下上点上点上下爸爸，这爸爸就是直接你直接在这里换和弦就好了。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好吧，下好吧，然后后面又会去到跟前面一样的一个内容，然后看一下在这里，你要看到没有？55小节到58小节其实是跟51小节到53小节一样的，54小节一样的，就是这两段是一样的，我把这两段连起来弹一遍给大家听，好，224，点下。变成52了，又变成73，好，就是一样的了，这两个内容，反正这里有一个循环，这里是一，然后这里是二，这两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记住，这里循环了一遍而已，好，再弹一遍。好，
这里这两部分循环了一遍，51小节到54小节是第一遍，55小节到58小节是第二遍，这里两遍的进行了循环。好，接下来进行下一部分的内容，就是59小节。59小节我标一下，59小节，59小节又是一个，好，又变成73点，然后上的时候变成了二弦十品，一弦九品。 OK， 然后下上贴上是73，点上还是73，再点再上就变成了90，有没有？下上切上73，点上还是73，点90，点90，有没有？好，再来。好，然后接下来后面有一个点上点上90，这里一共点上做了三次的点上，有没有？90这里做了三次的点上点上点上，然后还有个下上下，下上的时候变成10下，好，下上下10下上下，好，下上下，懵懵啊！再我把这两个小节连起来弹一遍，就是59和60小节。好，记得73挑两遍。变成90挑三遍，好，下上下，下的时候还是90，上的时候变成10，下的时候又变成90，好，再来一遍，好，再来一次，下上下的。好，现在这是50到60小节了，刚才现在是61小节开始，61小节又跟前面的61小节又跟前面的53小节开始是一样的，我画横线，下面画横线的这一部分是一样的，有没有？下面画了横线，61小节是跟前面的内容是一样的，下上切53，点下变成52，下上点上点上下了的，好，然后接下来63小节在这里，63小节开始又跟刚才我圈起来的部分是一样的，63小节就是进行了一次90的这部分，63小节开始又进行了一次9和10的这部分，好，再来，好，调两次73，好，三次90，好，然后9上下上，上的时候是90，下的时候是10，上的时候是10，好，所以呢这里一共进行了4次的循环，我来列一遍，第一次是从这里开始，一个73，一个52，好，这一个73一个52，然后第二遍是从这里开始，又一个73又一个52，好，第三遍这里是73转90，然后又一遍52，然后第四遍又一个73转90，看到没有？第四遍又一个73转90，第一遍一个73一个52，第二遍是一个又一个73一个52，第三遍一个73转90接52，第四遍一个73转90，然后后面也是52的内容，但是后面已经因为要马上要过到下一个内容了，所以就会又是一个过渡，所以就是前面的内容是一直在循环，所以我重新把这一个 F 部分重新再弹一遍给大家看， F 部分从过渡开始，thank you.
哪里了。OK， 两遍，好，重新把 F 部分弹一遍，大家看。重复了四遍的内容，好，就是刚才我所谈的内容。好，接下来是 G 部分，第一个是一个变，马上变成了一个四二拍的小节，一样是下上切，下上切上，下上切上，好，下上切上，然后后面是一个四四拍的内容。好，接下来四四拍的内容，这是一个五三，它的节奏是这样子的，点上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点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点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点下点上。所以呢，这是一个过渡，但后面还有一点点，后面还有一点点，把它给弹完，然后后面还有一点点，然后就是这里的内容，就是这里，因为我是从这个谱子，我是从。我给到大家的谱子，我是从好几个版本里面然后拼在一起的，然后中间我还自己做了一部分，所以它的小节到这里会出现一些没有跟得上的小节，但是就小节数会不一样，但其他内容是完全可以跟得上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在后面就不要再参考这个小节数就可以了，其他内容都是没有问题的。好， G 这部分，这里我扩起来的这个部分是一个过渡，好，扩起来这部分是一个过渡，那怎么弹呢？好，第一个小节下上切上，这是第一个小节，然后第二个小节按着五三不动，点上下，点上点上点下点上，这是第二小节。好，第三小节变成五二，好，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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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二弦二品。好，这里就是二十，这个标着所谓的二十小节，这个小节是后面用的最多的一个节奏，所以大家一定要会，当然很难很复杂这个节奏。好，再来一次，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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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好，那就是一个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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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心里要有节奏，第一个是下上下，第二个是下下上，第三个是下上下上，第四个是下上放开，下上放开放开，再弹两下。好，再来，好，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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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好，这就是它的，这就是从前奏啊副歌前面的一段过渡，这就是副歌前面的一段过渡。我再弹一遍 G 部分开始，从 G 部分的这个开始到这里，这部分开始到这里。记得前面的是一部分，后面的是一部分，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下上切上，点上下，点上点上点下，点上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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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好，再来一次。G 的那个部分，下上切上，点上下，点上点上点下，点上下上下，变成五二了哦。这里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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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好，这里连在一起。好，这就是副歌前面的一段过渡了。好，最后再弹一遍，下上。
好，这就是过渡前面的那一段内容了。好，我再用比较慢的速度再来一遍。这是过渡的这部分了。好，后面的节奏就相对单一了。好，后面呢，我们需要学习四个指法。一个呢是5320这个指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把中指给放开，变成5220这样的一个指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5300的指法，第四个呢是5200的指法。后面就是一直这四个指法在交换。所以我们先学会这四个指法，第一个5320，第二个放开中指5200，第三个放开食指按回中指5300，第四个把食指按在二弦的二品5200，5320 5220 5300 5200。好，它节奏是怎么样的呢？它节奏就相对单一了。后面的节奏，好，后面的节奏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5320，它的节奏是5320，它的节奏是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好，我连起来弹几遍，大家可以慢慢来练一下。这是第一个。好，后面的都是一样的，要放开。接下来我们是要放开中指来弹第二个。好，下点谱子最后是下下上，只要是谱子最后下下上，但我建议你用下点上就好了啊，也可以用下下上啦。这个就没有不要太在意它了，这个不要太在意它了，好不好？下点下点上点。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下，可以用下下上。好，一样的，我习惯用下点上而已。然后第二个是一样的，然后变成5220之后也是一样的，好吧？520之后节奏也是一样的。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然后第三个指法变成5300之后也是一样的，有没有？也是一样的。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下上，好，下下上和下点上都可以，好吧？好，接下来第四个指法，第四个指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如果同一个指法弹四遍之后，观众就会开始感到无聊，所以呢，第四个指法它就改变了，改变了什么样子呢？改变的跟刚才的5200的是一样的，所以第四个指法5200它就改变了，改变什么样子？改变成跟刚才的是一样的，刚才是什么样子呢？刚才就是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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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好吧，再来一次，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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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好，所以呢，四个指法，第一个5320，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然后放开中指5200，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然后再放开食指按回中指5300，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然后再放开中指按回食指5200，然后节奏要改变，下上下下点上下上下上下上放开。好，这就是一轮循环，这是第一轮的循环，然后后面大部分都是这样子走了，后面的内容。好，这是第一轮的循环，我们只要练好这一轮，后面的基本都是一样的了。卡弹。好，我们一起着重来练一下这部分。好，你一人练一下，5320，5200，5300。是一个循环。好，再来一次，5320，
这就是这部分的循环了。这部分是 Bruce Falling 很独有的记忆，是不是？这部分就只要扫起这部分，就马上就知道是这首曲子了。这部分是 Bruce Falling 里面这首歌里面扫弦的最有独特的韵味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里就教给大家了这部分的内容。好，这部分非常重要，这部分非常重要，它一直在循环。好，再就循环一，然后我们看一下循环二在哪里。这是第二次 ,5320,520,5300,522, 然后这是第二次循环，看没有？然后第三次它会一直走到后面的，它会一直走到后面，第三次。好，这是第三次，它会一直循环三次，这部分内容一直会循环三次，然后再到我们的 H 部分， H 部分呢后面再讲，我们先看好 G 这部分。所以 G 这部分就一个过渡，然后三次的这个节奏的循环。那我弹一次给大家听。好， G 部分，慢又弹不出来，好烦啊！这里也弹快一点就可以，弹慢一点我又弹不出来。再来哦，弹慢才是高手。好，我要学会弹慢给你们看。就是三部分的循环，一个过渡加三部分的一模一样的循环，就构成了这一部分的副歌的内容，好吧？一个过渡，三部分一模一样的循环，就构成了这一部分副歌的内容。所以，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能好，然后我们继续讲下去吧。然后接下来是 H 部分，就收尾的内容了。这也是开始收尾的内容了 ，H 部分。好 ，H 部分我们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节奏型，所以这首歌节奏型特别多，然后大家需要把每一部分都记住，然后才能连在一起。然后其最后一部分，然后就是0770二三弦的七品，建议用无名指按二弦，用中指按三弦。好，它这个节奏是这样子的，下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好，它节奏是这样子的，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点上，好，下下上也可以，最后一个，反正我比较习惯用下点上而已，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好，这是 H 部分，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好，弹完之后77变成76。中指从三弦的七品挪到三弦的六品，一样节奏型一样，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然后变成0740，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然后变成73，
好，七三，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一个节奏型连续用四次，观众会就觉得无聊，所以 Jack 也知道这一点，他竟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从七三的时候他又不再用这个节奏了，他又换了一个节奏，换了什么节奏呢？换了这个节奏，跟刚才的5200是一样的，有没有？跟刚才的5200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节奏，哎，不一样，跟刚才的520有点区别，有一点，刚才5200这里是满的，它这个没有满。好，我们来，那来当它是一个新的节奏来重新学习一下吧。这7300它就换了节奏了。好，下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好，第一拍下上下，第二拍下下上，第三拍下上下，第四拍下上下上。所以呢，连起来就是下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好，这就是7300的这个，所以呢，这里后面又是一个大循环，7700啊，0770、0760、0740、0730，这是第一遍的循环，然后后面又是0706、0760、0740、0730，然后这里是第二遍的循环。好，然后这也是第三遍的，有个第三遍的循环，7674、7373，第三遍的循环，然后第四遍的循环，这里一共循环了多少？有多少遍了？这一共循环了四遍，所以这一共循环了四遍，是吧？这一共循环了四遍，好，好，然后每一遍的7300它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大家要留意每一遍的7300的位，0730的位置它都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一遍0730是长这个样子的，第二遍0730它就又换了一个姿势，第三遍的0730又换了一个姿势，第三遍它跟第一遍一样了，第四遍又换了一个位置，一个形式。所以它所做的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让听众觉得没那么无聊而已，它的目的就这样子而已，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步步来，我们来第一遍循环来试一下，0700，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好，0760，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0740，哎，我弹错地方了，0740，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好，0730，下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好，第二个循环，好，7300有点改变，注意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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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三遍循环，7600、0670、0740，好，接下来又7300又改变了，好，第四次循环又是0770、0760。好，这是四次的循环，这四次的循环。好，那我就口头不说了，我手上把这四次的循环给弹出来，弹一遍。
就是四次的循环，每次的七三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可以，但你可以，如果我们作弊一点点，可以四次都弹成一样的，也不太听得出来。其实老实说，也不太听得出来。反正大家记一点，大部分都在扫弦那里，好吧？好，所以这就是两遍，就这是主歌的内容，这是副歌的内容，这就是副歌的内容。那我把所有的两遍的就副歌加这段结束的内容，我连起来弹一遍给大家听，好吧？就是反复，然后一个渐慢的过程了。我看一下，哦，做到了最后那里，然后反复渐慢，它一样是七，然后一直是七三，七三零零，七零七三零，然后一直就反复的渐慢，下点上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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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换成了四三拍。所以这个节奏要改变，就改变成了下点上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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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遍下点上点上下点上点上是一遍，然后又反复下点上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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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就是。Bruce Falling 的胡编版的所有的内容，但是他还有更多别的版本，然后我汇集了一些内容，然后把这一期教大家弹会他，然后还有他的结尾，还有其他版本的一个结尾，他是长这样子的，比如弹到七三的时候，然后弹到最后的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结尾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结尾。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结尾，我已经最后给大家了，就三七三七三三七一弦四弦一弦二弦，然后变成二，然后变成一，然后三弦弓弦。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的结束，然后还有一些版本是用前奏来结束的，它的前奏我也重新做了一遍给大家。它前奏是长这样子的，然后弹完这部分之后，好，接下来可以接前奏来结束，也可以。这样来结束也可以，然后这个同时也是前奏来的，我们回到之前的内容里面，这可以当作前奏来出现。
弹完这部分再开始弹这首曲子。好，也是可以的，这可以当作前奏或者是尾奏来出现这部分。然后这是其他版本的一些信息，但是因为 Jack 的曲子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因为他每一次弹每一年弹他都不一样，所以就是会产生了很多很好听的版本，然后我就汇集了一些其他的版本的一些细节给大家。当然其他版本的扫弦它也会不一样，也会更丰富，但是这个就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了这个内容，然后大家可以先学好这个版本，然后再研究别的都可以，好不好？好，这个 Blues Falling 它的整体所有的内容就已经教完了，然后我把今天晚上我们教的内容重新再慢速的弹一遍给大家听。好，首先 F 部分，这里就是那段过渡的部分了。4/3拍，然后接后面的，好，还可以接一个尾奏。反爬音的结束，然后
这些都是其他版本的内容，但我就把它融到这里这个版本里面了，然后大家可以自由去尝试它。好，这首 Willow's Falling 就是的所有的讲解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还有哪里是不明白的话，我知道大家可能慢慢练都能练，但是就不能没办法把它速度给加快而已，这就是需要你练到脑子不需要思考都可以把它给弹出来的时候。因为这节奏太复杂了，这节型太复杂了，如果你需要练得很快的话，你必须练到变成把它变成肌肉记忆，然后脑子不需要思考就直接可以把它弹出来。这个如果一响的话就慢了。然后这一部分，比如这一部分，我就是跟以前玩拳王那种连招一样，是肌肉反应来的，完全我的指令，我的大脑给一个指令就弹这段过渡，1000有点17000有点难是吧？为止咯，这个有点难是吧？那就为止咯，为止上了，那就为止上了，那为止上。所以这是一段肌肉记忆来的，就是大脑给指令弹这段就出来了。我不会弹到一半我还在想下一个是点上还是下什么，因为这一段已经变成一个连招了，所以就是必须得练，就是有一些过渡必须得练到肌肉记忆你才能过得去，所以这个是要大家要去练的地方。然后有些节奏型是可以直接记住的，就比如副歌的节奏型，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点上，是可以记住的，因为节奏很单一。然后比如那个下上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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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你可以给指令给大家再去练。然后就还有就结束的节奏型，下上点下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下下上点上下点上点上下下上下，这都是可以单一的节奏型就可以，对，练到自己一个连招。就有些很复杂的就是没有规律的东西，你必须得练到变成一个连招才可以过得去，然后有些是有规律的，你就直接记规律就好了。这就是要练琴要想到的内容，但是那就是反正分成一块一块吧，就是反正把内容，所以我这首曲子我也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给大家，反正就分成一块一块，然后就来练这样子。对，然后卡农你已经练好了吗？对，我最近因为我最近有在录一个视频，所以里面有涉及到卡农，所以我这段时间又把卡农给弹了一下，然后就好，我重新复习一下这节课的内容，回顾一下，就我们一开始教了怎么从把一个和弦和旋律，然后这个可以从网上找到的，你随便找个吉他谱它都有和弦和旋律在里面，其实这可以找到的。然后就根据我们的这个音阶的表把它变成单音表，把它变成单音的指弹谱，单音也不算指弹谱吧，单音谱，这样子就把它单音版的尤克里谱，然后单音版尤克里谱之后再结合和弦来加进去。然后两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旋律音必须弹最后一根，这样你才能找到旋律音。第二个呢，和弦必须要得保留，有和弦跟旋律冲突的时候放弃和弦，要找到旋律，但是和弦必须保留，能保留的情况下必须保留和弦。好，这就是原则。然后就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这虫儿飞，然后后面就是夏威夷的这首改编的曲，然后回头我录一个版本发到群里面给大家。然后还有就是 Blues Falling 的后面的部分，然后 F 部分是一个，因为今天晚上练的基本都是循环的内容了，所以就是副歌的内容，就是一个过渡，然后接几遍的循环，然后一遍是73，一遍是52，然后又一遍73，又一遍52，然后73接90，然后52，然后73又接90，又52，它就没有了，就这一段。好，然后52又是就过渡了，回到52就过渡，然后就 G 部分的过渡。过渡完之后呢，就是进入到副歌了，就是很单一的节奏了，下点下点上。上下上下下上下点下点上点上下下下上，这样子，这样一个节奏。然后因为一个节奏进行四遍，人家就觉得无聊，所以每一次都在第四遍的时候，他就进行改了一个节奏。然后虽然是每次都改了节奏，但是改的那个节奏还是一样的，所以你要记住它就好了。就是下上下下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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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就是又后面又一直在循环这部分内容，一共循环了三遍。
就是5 532 522 5300 5200，一共循环了三遍，然后后面就变成77 77 76 74 73，然后77 76 74是一样的，73的话又改变，因为一个节奏进行四遍人家就觉得无聊，所以73的时候必须得改变，所以又来77 76 74 73 77 76 74 73，这里一共循环了四遍，然后后面就停在73那里渐慢，慢慢的渐结束，然后最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接上我后面接的那个结尾，如果不喜欢的话就直接渐慢的结束就可以了，然后这就是 Blues Falling 的这节课的所有内容。对，然后后面我可能还会录一次 Blues Falling 的单曲的教学，可能会很长，到时候我报了高级班的我应该都可以送给你，然后所以到时候如果我有什么说漏的话我会在那个视频上补上，但我应该没有，因为我们教了两节课的内容，然后那个视频估计也就一个小时，所以那个视频应该只会更少，没有不会比它多，所以在课程里面已经所有的状况我觉得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剩下的就看自己对有没有对这首歌的曲子的喜爱然后来练习了，好吧，好，然后这节课所有内容就已经到这里了，没有更多内容了。好，然后最后谈什么？最后谈卡农高最后的那部分，然后最后那部分。其实我也弹不快，对，我就只能弹到这里。对，这段虽然手速，我没有很勤奋去练这一段，所以就是最近因为我要录另外一个东西，我需要用到这首曲子，我才稍微练了一下，然后就是这一部分，然后这是基础班零基础班的内容了，这里好，然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节课好，你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哎，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们开心，大家上，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还说有可以随便说，有可以有问题可以问，好吧？复杂的曲子吗？复杂曲子怎么样？复杂曲子只能复杂的曲子的话，是不是还是最好看视频？观看谱子，对，谱子很多，它其实跟会有出入了啦。谱子很多会跟原版有出入的，就最好的建议是对看视频和听，然后最重要的是听，你要把它所有每个细节都给听出来，然后当然如果是比如 Jack 那种扫得很快的，你可能现在没办法听得出来，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曲子你能听得到的它的内容，就是能听得到，你能把听得到的细节给记住，对，然后再来弹就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就是对，你比较纠结的是左手的指法，对，左手指法就是高手跟一般的但也不是说高手吧，其实我觉得我换和弦的方法，因为按错了有一段，因为我换和弦的方法我觉得跟最高级的老师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我觉得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就到一定的程度就已经可以自己去琢磨怎么来研究了，但是前提你弹的曲子够多就可以了，就是你弹的曲子只要够多你就有够多的碎片，你就有够多的那个资料去给你思考要怎么弹的，因为你只要弹过的东西它会在你脑里有个记忆，这一段这个换这一个指法，因为有可能你来来去去无非就只有几个东西而已，拎大鱼的，所以有个三一二一没法很快切这样子吧，然后就是五一二，然后就是这不是很难的指法吧，这是很跨度很大的指法而已，这个很难这个，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你练的曲子要够多，你才能有资格去，你才能有想法去安排到最简单的那个方式，对，就是你需要练的曲子够多，你才能有办法去练的很多。800到1300，那你就800，那就你就用无名指按嘛。
一直滑下来，滑到山，然后直接这样，那上一二，对啊，看了视频用二躺的，对啊，就是用二躺的。你不躺的话，你就用无名指嘛，就用尾指，不躺就用尾指嘛，不躺就用尾指，对啊，对啊，不躺就用尾指，对啊，你躺的话就用无名指。你必须你练的时间够多，你才能有更好的更多的想法。包括后练到后面，你会有时候发现我们需要用中指来横按的，因为你弹完之后你马上需要按下一个音是在前面，你为了不能断它，所以就你会用，如果你用食指按然后再弹这个，你看食指弹完之后放开再来按这个，是不是就很慢了，是不是这样就会断。所以有时候为了更好的保留指法，我们需要用到中指来横按，然后这里来按，好了，这样就不会断。所以就是你必须，我们必须练的东西得够多，才能思考出最好的切换的方法。但是也可以通过咨询别人了，就你觉得我这里这个换这个我怎么都换不好，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可以去请教别人，然后请教别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来的，就是别人会告诉你，然后就是你就记住就好了，好吧？好，还有别的。OK， 好，那就这样了。这节课，好，这节课所有内容就到此结束了。然后下星期就停个一周，下星期停一周，然后大家收拾一下之前的曲子吧，大家收拾一下它。就是整理一下之前的曲子来练一练吧，然后下节课会停课一周，然后给大家先练一练，然后不然的话很多同学会直接落在那里。但其实高级班也没有要求大家能跟得上了，我会一直讲，然后你回头慢慢练，就囤着你慢慢练就好了。对，少的你很爽是吗？今天少的很爽，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吧，这一段其实也没有很难吧，少的这一段其实慢慢分解出来就没有觉得很难了是吧，就没有很难了，就分解出来这段，只是需要过渡的地方需要。